过，那彩排过之后的话，你就开始录制。那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参考那个第39页吧，哈，录制剧集也是这样，开发人，这个开发人已经有了，所以不用再开了。录制剧集，那刚刚已经彩排过了，然后所以最重要还是你要先熟悉那些动作，然后那些动作熟悉之后的话，记得把它整个步骤哈，最好是先把它记下来哦。那像我们在39页是有那些，所以我待会会1、2、3啊。四个步骤，那我们第一个哈，先给它一个名称，也许这个叫枢纽聚集哈，好，把它录制哈，名称给它。那再来的话，就把刚刚的动作呢再重复做一遍，哦，枢纽。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哈，我们就开始。那第一步的话，就先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然后范围它找到了，按确定哈，如果没错的话。第二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要百分比，不过哈，我是建议刚刚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性别刚刚习惯是先拉列标签再拉值，好，不过好像这样会产生错误。那所以呢，我们干脆啊，如果录制会错，不如我们颠倒一下，就是先怎么样，先把那个性别，啊，性别部分拉到值，啊，然后呢，也先把它百分比改一下，好啊，再拉列标签，就是等于是说。把步骤哈稍微换一下，然后再把那个性别拉到列标签，好 ，OK。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不要做太复杂了，大概这样步骤哈，就先把它停下来 ，OK， 停止录制。那开发人员里面停止录制之后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聚集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刚刚找到枢纽聚集按编辑，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需要变更的哈，第一个。那我们第一个要改哪些啊？一样，它第一行一定就是序词点 add 的话，很奇怪，枢纽分析表一定就会放前面，跟其他的好像不太一样。不过理论上我的习惯，我们的习惯啊，我不知道你们习惯，我都习惯把产生的工作表放后面，而不是放前面。所以呢，我如果放后面的话，我早上有讲过哈，你就在 add 后面呢加一行，其实你空格之后哈，哎，另外顺便讲一下。这个你们预设的字好像比较小哈，如果你要把字放大哈，请建议哈，工具里面有个选项，选项里面有个撰写风格，你可以把字放大，因为早上我没讲，我发现同学好像那个字都非常的小，工具选项撰写风格哈，那你可以把那个字哦，本来九号字有没有，稍微变动一下，因为我是把它放大到14啦哈，只是14这样看。会稍微大一点，好 ，OK。如果还是太小的话，再跟我讲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如果放到16的话，哦，会变成说那个旁边会容纳不下比较多的那个哈文字，所以我的习惯是干脆这边改成工具选项撰写风格，我大概这边改成14了哈。那你们可以看依据你们的解析度自己再去调整一下。那接下来的话呢，我要希望让新增那个工作表放在后面的话，那你可以在 add 后面空一格，空一格之后呢，其实它会有一些提示啊，它问你说，哎，你要放 before 还是 after？ before 的话是放在左边还是右边？好，所以你先打一个 after， 啊，把这个，然后后面记得冒号等于，啊，冒号等于指的是说，前面是那个参数的名称。后面是跟他讲参数要给什么啊，我要跟他讲说 after 哈，哦，冒号等于说你要在哪一个工作表的后面，那我们就最后那一个，最后那一个我早上讲过了啊，就是sheet 哈，哦，加一次，然后呢刮弧之后的话第几个，那当然目前看到你最后那个是第二个啦，那不过如果又多增加一个，那不就变第三，那这个数字如果会变动的话，你可以怎么用那个去抓它里面有几个，好，所以再打一个序词点 count， 好，count 的话这边可以选，好，然后把它空白键后刮弧这样子，那这样子它就会知道说，哦，我帮你把它放在什么呢，在那个最后那一个的右边， OK， 就放在最后面。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什么，底下这边还有哪些地方要改的，就是在再来的话，这个地方这个是新增，哦，它会自动帮你新增一个工作表，再来产生一个 private cache 快取啦，因为它目前还没有放任何东西，哦，
那可能需要改的地方就是 table 的 destination 哦啊，我早上讲过，这个可能就是跟早上一样，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改成那个哈、哦、续持续点 com， 早上跟早上那个一样啊。特别注意哦，这可能就是你在加的时候啊、哦，记得那个不要少东西，也不要多动，因为这边很麻烦，是太长了。你如果只要错一个地方，你要找错误是比较麻烦的。那我要放在它的哪一个呢？是啊，最后那个工作表的，一般是 range 的那个 A3 储存格。不过你要放 A2、A1 其实都没有关系啦，哈、哦，只是说因为预设值是习惯放 A3， 好、哦，那我就把这边改一下。本来是某一个固定的那个工作表名称，那我把它改动。啊，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需要变动呢？还有就是它的 version 了、哦、哈，这个 version。建议还是先删掉，不然的话将来你给别人的话他可能没办法开。还有 default 的 version 这个也把它删掉、哦、那至于这个画面、哦、有一些可能要一定要删除，我有把那个画面截图放在云端上，你们可以再参考一下。那另外还有这两行也把它删掉、哦、因为它还要再选某一个工作表，可是你现在是工作表2，可是下一次变工作表3，它会不断变动，所以这个也要把它删掉、哦、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先试试看哦。应该所以理论上的话我们第一步就是新增到最后，所以这边的话第一个啊、哦、一这边的话是帮我什么新增工作表到最后，所以这个也许你就自己再打一下哈、哦。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新增那个什么呢？在第二个就是它会新增一个那个就是叫什么？这个叫 private cache 啦，其实就是叫什么呢？叫做那个枢纽分析的快取，因为你还没有产生，所以在还没产生之前，它会有一个 cache，OK 哈。然后再来真正产生的话，就是这一行，就是真的帮你产生的哦，就是在这边就是第三个。这个就是真正产生枢纽分析表、哦、新增枢纽分析表，然后再来就是把那个栏位放进来了、啊、其他我想注解大概就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你自己再把它叙述一下。不过因为我们刚刚录的时候我把它颠倒，我先拖拉什么拖拉那个就是它里面要记它里面要算的、哦、而且把它改成百分比，所以你会发现它会先是值，再来就是列标签，它刚好颠倒了。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来试一下，基本上哈、哦、改完了，然后呢再来我们来试执行看看，如果执行 OK 的话就把它删掉，所以呢如果执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应该它会在什么在最后在后面这个帮我产生，所以这边枢纽聚集执行一下看会不会成功呢。 OK 成功了哦，所以理论上啊大概就改那些地方哦，如果你都改对的那应该一次就成功，但是我们要把它怎么样做成自动化，所谓的自动化就是因为哦我们这个地方性别已经有了，但是问题哦性别之外还有年龄教育程度一直到最后一个那这个地方刚刚可以用那个 integrator 可以快速的解决，但是呢如果在聚集里面哦我们怎么样修改它才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帮我产生的哦。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那个枢纽分析表哦，再加上去啊，所以刚刚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哦，所以一我刚刚改了这个 after 哦，所以我把那个我修改的部分哦把它画下啊，其他应该不用改了哦，这个第一个这个第二个啊，这个跟上面这个其实蛮这个可以这样把它抓下来的，其实这个我是把它复制过来，后面只是差别就多一个点，点那个range A3 哦，点 range A3， 那其他就是那个什么 version 有版本的那些讯息我也把它删掉了哈、哦、啊，这样子就改完了，好像也没有改其他的哦，如果你这样就基本上可以跑啊，最后可能会需要还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这个叫什么？叫 source data， 就是资料的来源。
那我们目前是固定，因为刚好哈、哦，这个工作表名称是问卷调查，刚好就是这个问卷调查，比较不会变动了哈、哦。如果未来你那个问卷调查的这个工作表名称哈、哦、也会变动，啊，我建议你就把它改写成我刚刚在下午有讲到的，有没有？云端上也有，把它改成什么序词、刮胡哪第几个，或者是那个名称，那给它用 range 的方式去叙述。我刚刚讲那种方式是比较活的，这种方式也可以，但是是比较固定。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data source 你来源名称不会变动的话，那你用这样 OK。 好，如果未来这个名称可能变动，或者位置可能变动的话，那你就要写成我刚刚讲那个方法，用那个序值物件表示哦。我应该可以理解吧？好，好，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啦。其实没有很多东西，只是说哈，因为很多同学也许第一次接触程式吧，哈，所以看到会觉得光看到就有点头晕的，哈。那大概重点就是把这些改，改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后面哈，其实就是再把什么，把那个栏位名称里面哪些呢？你会发现哦。会变动的大概就是这边有一个什么技术这边有一个 free 那个 private field， 栏位名称叫性别，然后这个 private field 这个也有个性别，所以如果未来我要产生什么年龄的话，其实只要把这个跟这个的什么呢，哎，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哈、哦、换成什么呢，换成那个栏位名称就好了。好、哦、所以以后的话怎么样，我就是跑一个回圈，啊，那个回圈就是第一个，他先帮我抓那个什么呢？哎，就是我们的哪一栏呢？哎，刚好就抓这个性别，有没有？就是第二栏的第一列，第三栏的第一列，第四栏的第一列。哎，那如果说我今天可以动态的去抓到这一些。并且哈、哦，把这些资料怎么样喂给那个刚刚那两个地方，它就变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达到自动化、哦，你可能就是要一边跑，然后一边去抓栏位名称，然后把它丢到那个里面去。哇、哦，程式怎么写哈、哦？这个似乎会稍微难一点点。那这个答案其实也在讲义的43页。好、哦，所以请各位第一个哦，先把刚刚一个可以的话哈、哦。后面的话呢，两个三个应该也都可以。我、哦、要改哪些地方哈、哦？我们待会再来看。哦，大概其实就改会增加一个回圈 ，for 回圈哈、哦，然后会去抓那个储存格的位置，并且把名称变动一下。所以一二三，然后再来就是四五，大概六个吧哈、哦，就是大概六啊不，大概六个地方改一下就可以了啊、哦，所以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我刚刚讲的这部分啊、哦。所以第一个，先把那个性别的那个百分比的枢纽先做出来啊，待会我们是希望可以把全部的都带出来啊、哦。话录完之后哈、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希望你确定一下执行啊，所以我这边。只把刚刚的那个执行的结果删掉，我们来执行一次看看，执行上面的哈、哦，望一下，哎，这边出现了。那目前呢哈、哦，它只会出现一个。但是如果我今天经常性的，假如说我有其他的栏位，那栏的话从第二栏哈、哦、到O栏的话，好像是O应该是15的样子，我记得12、13、14、15 ，OK。所以总共有14个栏位。那14个栏位哈、啊，假如说每个问卷我都希望统计出它的百分比，哎，百分比，那所以其实哈、啊，这边呢会有几个地方不一样。第一个的话，你可能要先 run 一下，哎， run 出来了 ，OK 了，那性别没问题，可以 run。那我们就来观察一下哈、啊，这边有哪些地方可能需要变动的。其实哦，我刚刚试了一下哦，发现其实就两个地方，哪两个地方？就是那个只要是什么 private。Private 就是那个枢纽分析的 field 哦，其实就是栏，意思就是那个枢纽分析里面那个栏，那后面刮胡它有个名称叫做性别，哎，有没有 Private field 性别？哎，所以其实里面看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地方，那也就是说哈、哦，
如果我们可以动态的去变更那个名称的话，它只要跑一次，那我就让它变更，就是换下一个，比如下一个可能是年龄，那就把年龄这两个字塞进，就是找出来，并且塞到这里面，那它就会帮我产生年龄，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刚好可以符合哈，哪些呢？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看到刚好这个先把它删掉了，刚好呢就是是在那个我们每一个栏的第一列的位置，那也就是它的位置刚好是B1 哈 C1 依次类推，那所以哈，如果我今天可以写一个回圈，自动抓上面的名称，并且塞到那里面去的话，那我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自动化的目的。所以这边可能跟各位讲一下，这边哈，你也许将来要重复做了，重复做的话，你可能就要学会一个回圈的叙述。但回圈叙述也没有那么复杂了，基本上哈，我们就只要在我们的程式里面哈加一点东西。那首先我的习惯是一，先把这一段程式哈 sub 到 end sub 把它复制一下。二的话呢，把它贴到底下。为什么？因为我如果直接改的话，哈，它原来就不见了。再来把它的 sub 名称，哈，换一个叫枢纽自动化，好了，我们就参考那个43页这边，哈，自动化，那就把名称改一下。OK， 那基本上我要达到枢纽自动化。好，那再来的话呢，我要做什么呢？接下来，哈，请你在那个 sub 这边按个 enter， 按个两下，好了，哈。往上一下，然后我的习惯再按个 tab 下一，然后呢，在这个枢纽自动化下方呢，你先写一个 for 回圈，哈，特别重要， for 回圈的话，基本上一定是 for 开头。那给它一个变数啊，这个变数的话是你要抓第几栏，那第几栏的话追，用追来当那个变数名称，一般习惯用追了，你如果用别的名称倒也可以哈。只是习惯上栏我都用那个追哈，然后第几栏呢？跟他讲说哦，我的栏数是从那个第二栏一直到第15栏。不过我觉得练习不用那么多了，从第二栏哈空一格到第几栏呢？第6栏好了，不用那么多，因为跑太多有时候哈太花时间的哈。那我们基本上知道哎可以跑了，那后面只要把这个数字改成15，它就可以从头跑到尾。Enter 两下，打一个 Next。接下来的话呢，如果你要抓什么，抓那个的名称，啊，其实在43页这边也有了啊。如果你要抓的是哪一个工作表的那个名称，抓到哪里去呢？基本上我抓到一个变数叫 FD， 等于什么呢？哪个工作表，跟他讲一下 sheet， 可以刮胡跟他讲说第一个啊，输入1就好了。当然这里的话你可以不输入1的话，你就输入双引号问卷调查 OK 哈。然后呢要抓哪一个工作表呢？诶，特别是后面的话哈，你到后面跟他讲点，那两种写法，你可以用储存格物件 sales 刮胡 sales 指的是哪个储存格，哦，那储存格后面的话需要带两个资料给他，哪一列，第一列哪一栏，追栏或刮胡。这样意思就是说，哦，诶，我这个跑第一次的时候追等于2，那意思就是2第二栏的第一列，那表示是性别，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它这个 next 就下一个 J 的话就变3，那变成说第3栏的第一列，哎，那就年龄；第4栏的第一列教育程度 ，age 类推了，哦。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我可以抓到什么？抓到我上面的栏位名称。那再来 enter 之后的话，哈，你就把底下这一段程式，把它怎么搬到那个回圈里面。所以从那个哪里呢 ？end sub 上面这一行，一直到刚刚这个上面这边，好，哦，啊，把它移动拖拉过来，放开，再把这个哈，哦，我是建议按个 tab 下一阶，好，哦，也就是说把刚刚这一段哦搬到它中间，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先抓到那个性别，
那我就把这个性别哈、哦、塞到哪里呢？我刚刚讲两个地方，这个，所以把这边怎么样改成 FD 有没有 ？Pivot field 这个改 FD， 这样就 OK 了。那、啊、它第一次会抓性别，好、哦，第二次的话呢会抓年龄，以此类推，这边也改 FD。好，改完了，这样就完成了。好、哦，所以基本上哦，可能比较难的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for回圈先打出来，然后呢，并且把刚刚这一段搬到那个 FD 等于那个 switch 这个下面，哦，然后并且修改这边的那个这个变数哦，就是那个 pivots 的那个变数 ，OK， 好、哦，这边变数把它改一改，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完成那个枢纽自动化的修改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基本上呢，改完之后啊、哦。看一下啊，那不过这个当然很容易，这个修改过程当中，你只要有一个细节做错，后面应该就会有问题。那我在那个43页这边都有了啊，所以你也至少反正照着 key 啦，尽量就是说哈，那个这个不要做多余的动作。那最后的话，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啊。如果说我今天这边的话哈，把它直接执行。哎，你会发现后面呢，它就自动跑出来了。那么工作表11的话是性别，12的话是年龄，13的话是那个学历，好、哦、14好像是什么职业吧哈、哦、15的话也就是收入。但是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哎，奇怪，这工作表怎么变11 12？哎，这名称好像怪怪的。好、哦、虽然说它已经自动化了，可是问题名称没有变更。假如说你那个名称要变更的话哈、哦，最后呢，你可以再加一行，加在那个哪个地方呢？加在这个新增工作表 add 的这个下方，这个是帮我新增到最后。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改名称哈、哦，哎，各位可以看到在那个讲义43页里面也有了啊。其实你就怎么样，把这个 add 的下面哈、哦、再多一行，多什么呢？跟他讲说啊、哦，我最后的这个工作表的名称。啊 ，switch.com 有没有？的名称就点什么？点 name 啊？你跟他讲说，它的名称哈、哦、叫做什么呢？就叫 FD， 这样就 OK 了。哦，就补这一行就可以了。就是我新增的，而且重新命名的名称呢，就刚好来自这个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此类推哈、哦。那最后一样哦，把它执行一下，跑一下 OK。哎，你会发现哦，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哎，它就分别哈、哦，帮我只要产生一个就重新命名，然后并且把资料带过来 ，OK 哈、哦。所以这部分呢，请各位哈、哦、稍微先试一下哈、哦，把那个刚刚的那个第39页的这个部分改成43页哈。哦